好像不能快点了，要不我们把这虫子放到外套里，是不是过分了点？很过分，但我喜欢。谁呀？没事吧？哇，你看那个月亮，那个月亮跟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，又大又圆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星星好像也跟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样。我们数星星。好。一。95 96 97 98 你说好不走的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不知道我给他们准备的那些东西是用上没有啊？妈，你准备什么了？妈，你真有创意啊。嗯。有老妈你这神助攻，按照通常惯例，他们现在一定干柴烈火，小鹿乱撞，情难自已。你呀、啊，就等着当小姑。哎，小满，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就得着手装修婴儿房的事儿？妈，你是不是很想当奶奶了？看你的手机吧。吴秀伦，你给我起来！
你为什么会在我床上？这才一晚上了，消停会儿吧。你该不是趁我喝多了，你就对我……你脱我衣服了？喝那么重的酒，也睡一晚上，你可以，我不可以、啊。吴慕小伦，我没有想到，原来你是这种人。小伦，小姐，你们醒了吗？陪我一下。阿姨好像已经走了吧？啊。那是不是可以放开了？我只是提防他杀个回马枪。再等会儿。吃早餐了。昨晚。昨晚什么都没发生。衣服小满给你换的，我没那种爱好。不是就最好，省得给我们之间平添麻烦。